好，熊猫三九。熊猫，稍等一下。好。三九，对，三九嘛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、哦。
喂，你好，熊猫外送，人在一楼，请帮我开门，谢谢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好，真有趣。我们家住141号。不用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哦。喂、欸。放着，不客气。
我说这一张更丑。今天带一只而已哦。我就一只就好了，还带几只啊？嗯。这个刚刚开始带回来的时候，哦，真的很丑哎。我儿子很瘦，很好动啊，要当兵了。他身体蛮强的。他是他因为今天绳子坏掉了，你看，两岁多而已，所以毛很深。如果比较年纪大的，你看他头有一点褪色了，像我们人一样，我们会变白头发。帮我刷两包，还一包鸡。爸爸。596 937你是做干嘛？夹娃娃机哦。这么多零钱，夹娃娃机哦。夹着。我工作啊。我熊猫，熊猫干嘛？没关系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在家里都。你那边有橡皮筋吗？我不是在这干嘛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早上彩玉都是这样讲啊。这些婆婆妈妈都我这样我想着我老公也很管，然后刚好我老公做你说你说我不会在上不了。我看看你有时间。哎，我要看你。还是换那脚。你不是跟张焕住了我的脚。没事。那个虫虫都会吸你的血，笨笨的。有抓到吗？还有那个乌龟呀，哪？那个破地带啦。这是。你去往过啦。为了他跟我视力最后一次。我老公他跟他就是河马，然后他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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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